三月五日就是惊蛰日，俗称虎爷开口日。这一天会有不少善信前来庙宇进行祭拜虎爷。对于想要祭拜虎爷的善信，本庙需要提早预定。贡品即是猪肉、鸡蛋或者鸭蛋、豆腐、绿豆、红豆。每间庙宇准备的贡品都不同，可是该有的都会有。民间传说，白虎是是非之神，他会趁着惊蛰日出来觅食。因此，很多人都会趁着惊蛰日前往神庙拜祭虎爷，以祈求去除霉运。
滚。
哭得更加难看。两个的讲的怒火的阿哥蹦的阿哥蹦的是阿娘蛮高的有哥的哥的蹦的还是阿娘蹦的蹦的阿哥是阿哥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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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娘蹦的阿哥蹦的阿哥蹦的阿哥打碗阿叔碗一碗一碗打碗蹦的吃的有这个是吃的有有安暖的，还敢弄我？哦，安那敢碰吗？对。安暖的，暖能改的，还敢碰来？还有还有。我刚不装的碗呢，我也没多。有钱一点。碗呢？你真的你整我啊，就是不是